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口，欢迎收看《钱少千冰箱》。很明显，这一集娜娜口就有点闲闲，没有很想要拍它。为什么？很兴奋哎，好期待哦！因为这一集呢的福利呢，终于是轮到了我们的大白跟泰国的身上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风水轮流终于算，都有这一天。好啦，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来宾呢是如此多么美艳动人，可以让我们两位工作人员这么的开心，这么的开心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多谈。我没有要按呐、啊，等不及了。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去吃沾记？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元。你这么近干嘛？很兴奋啊！其实我刚刚有女来宾，我刚刚听到有人说不太想录是吧？没有很想录啊，真的假的？就是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很期待看到你耶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今天看到我真的是吓到了，真的是肤质有够好。真的假的？本人更漂亮。还好。一样漂亮。而且刚用那个是什么粉拳攻击啊？粉拳攻击再一次。免疫，免疫，完全完全。哎，心软了，心软。真的要打我？没有，我是羡慕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这样子。你可以试试看。我不要，我怕把你打成重伤。打我就我怕被打成重伤。这是大元的家吗？对，我要是你家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经纪公司。你知道为什么来我经纪公司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就是你们来到我家之后对我大怒，所以我才把这次安排到我经纪公司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公司，这边就是我的公司同事，他们在里面办公，没有人想要理我们的意思。对啊，我想说大家应该会说娜娜你好，就很没礼貌。哎，对，好没礼貌。又站在这边给我列队欢迎哦，欢迎。工作的地方，那你的位置是哪一个？其他的位置我就不看了啦。这是你的位置。对，就是我来到公司就会把东西就是先摆在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一定会有那种紫水晶啊、招财啊。对耶，这样这么一讲，什么都没摆。我可能坐下来，屁股还没热，我就先冲到这一区。这区就是零食区，我最爱的地方。但是你看不出来是爱吃零食的人，因为你看，因为我身材保持得很好。自己讲哎，我只是说实话，实话说吗？对啊，我也是想这样讲，就没想到自己讲出来，真的是就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。那爆米花很好吃哦，我知道拍的爆米花，很多的专柜都有。我记起来了，这是什么？焦糖咸蛋糖。那你会喝珍珠奶茶吗？超爱，你看我现在桌上就一杯啊，真的哎，珍珠奶茶。啊，你怎么样保持身材？我跟你就是多，你不要就喝喝，然后又去吐，催吐，这很没有。哎、欸，但我跟你讲，以前就是不懂的时候，就会去做一些伤身体的事。到现在这个年纪，发现真的运动是不是？年纪，等一下，你讲到年纪，你年次可以说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可以？你说年纪18。哦，我大你一岁，大你一岁，我都你看不出来哎，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以为38哎。教练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啊。帅吗？帅，我会看。OK， 教练会看，他会看是。要介绍给你吗？哦，没关系，你用过的我才不想用。没有用过。我教练器材上用过。这个大胸部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？这是你的胸部吗？这可以讲吗？这是你的胸部吗？这是我的胸部。为什么？这个男的是谁？为什么要放你的胸部在射在桌面？这是我帮他投射。哦，他是男生还是女孩子？他是男生，但他很讨厌女性的身体，所以我就故意把他。还是你把他改成你的？哎，把他改我的胸部。好了，再次来到我们就是公司同事喜欢哦，这边料理的地方，小天地耶，小厨房。你们公司总共会有几个人？六个人，六个人，中午这边是要排队爆满哎。你看这里很小，然后对啊，然后这边很危险，这边很可爱哎，我就想要把一罐喝掉，一定被揍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是谁的？这一定是收集的啊，这就是这位同事的，应该装死了，这装死的，不行不行，他很生气，他不行。啊，不然你把这个喝掉啊！不行哦，哎、欸，可以，还是喝这个，这应该 OK 吧？我再帮扶。那你可以喝，我们就可以换主持人。哎，要是可以推荐我，直接三换主持人，直接换一个。不要学那些不好的东西。好了，我们抱持着不能输给大远的美艳动人的姿势，开启他们家的冰箱。耶、yeah. yeah.。反正你可以尽量摆，反正你应该不会有胶、啊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我会失胶，我随便摆，他们没有要拍我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好。那我嘞，我应该不会失胶吧？不会不会，谢谢。有空好酷、喔，有空很失败，就是人。不会，我很开心哎。但我不开心。对不起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很开心，我也好想。不开心可以先离。对。不开心，不然还是
是由我来介绍耶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冰箱。好，那你平常都喜欢吃什么呢？我平常就是喜欢大杂烩，什么东西都丢进去，因为我其实不是会料理的人。你不是会料理的人？我不是会料理，我顶多就是煮水饺、煮泡面，所以我最喜欢做的就是炒饭。太好了，你长得漂亮还是有缺点啊？超过分。就是一些酱料，你听说这个辣椒非常好吃，但是这个辣听说会辣到地狱辣椒的，辣到会辣的。哎，我一定要大推这个泡菜，这个泡菜很好吃哎，就是你乱煮任何东西，丢进去就好了。我就喜欢看这种大家吃到一半的啦，咸菜啊，是不是？这是谁的？哎，咸菜啊啦，啊这腾腾哎的好啊，等下吃这个就好了。咸菜鸭，哦鸭，哦你听不懂台语？我听得懂啊，我可以跟你用那个闽南语对话。真的假的？我刚刚拍完一部闽南语剧，拜托。你夸我不好，你是演什么恶婆婆吗 ？No， 我是露珠感，好不好？我是露珠感，是吧？不对，是啊是啊是啊，但是你咬字很重，我是露珠感啊，大概是这样讲的吧？这上面，这上面，倒呼啦，倒呼，倒呼哦，倒呼，啊，这上面。这秘鲁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爱邻居的龙仔阿秘鲁啊！听说你非常爱这个，我超爱鸡排，你喜欢吃鸡排？我很喜欢吃，不管是哪一家鸡排都爱，只要是鸡排都好。哦，太好了，终于迎来了肉食的世界。真的，哎，这超方便。哎，你真的是吃的蛮健康。虾子！天哪，居然有鲷鱼、虾子、猪肉片啊！这个就撒下来就不是就是一套料理了吗？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居然是蔬菜，好多蔬菜啊！山茼蒿，哎，茼蒿会怎么讲台语？香菇哦，好险！好啦，就是香菇、玉米薯，很棒很棒，很棒很棒哈！我有一点感应了，我现在宇宙能量来了，就把那鸡排微波一次，我们吃就好了。就这样，还配那个蒸奶啊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当然不可能。这一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观众一定暴怒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做料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大元公司里面的食材蛮多的，那反正现在也是冬天，我们就做一个锅物来吃。太好了，我喜欢吃火锅。你喜欢吃火锅，就麻烦你帮我处理两样食材，一个是已经稍微冲过水的香菇，另外就是刚刚吃剩的豆腐。好，在你备料当下呢，我就是来准备大蒜的部分。那你会怕就是吃完大蒜嘴巴会臭的？你说怕自己还是怕别人？怕自己。不会啊，我脸比脸比嘴巴还臭。我在怕这个。没错没错。哎，没错。还没有遇到我的时候，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？就可能、就是、你会觉得我不好相处还是什么？这是我一直哦，最近一直以来的疑问。一个疑问就是说你不好相处，因为我都觉得我、就是。你知道大家讲的没有错啊。那你有觉得吗？到底有什么用？因为我一直以为我长得就是好相处的。就是有距离感。对，对。我后来找到原因了。我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漂亮的女生看起来比较不好相处。其他狗我觉得你很好相处。啊！是太狗了。如果你欣赏女生，然后吃大蒜，然后在门旁边打了一个蒜格，你们对她很扣分吗？还是会觉得哇，她好自然？我觉得他们不会，我觉得他们不会，没有扣分，扣分，真的吗？再漂亮女生也是会扣分，扣分。如果跟一个男生吃饭，他一直去上厕所，你觉得 OK 啊？我 OK， 讲一下说，等一下，大宇等我一下，他去上厕所，然后回来坐没两分钟，哎，大宇，我们在 Amazing， 这样子 OK 啊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哦。那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？就是比如说吃东西，然后问都没问，然后就把东西吃完，也没有想要分给我。我想听你的挑菜 ，C D 啊，一碗菜，姜丝大肠好了，哦、他自己在那边挑大肠，洗筷子，我很喜欢这种。你要做石头火锅？对啊，哇，他已经可以了。好的，你喜欢吃大蒜是不是？我喜欢，那就下多一点好了。哦，好香，等一下。好香哦！哎，我发现呢，虽然我平常就是我会比较女性化，但是我真的站在真正的女生旁边，我会有一种不自觉的觉得变变吗？对，不然这样两个这样子可以啊，两个这样啊。好，我们把猪肉丢下去。哦，好香哦，这样就是可以成为一道菜了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就是你们说很好吃的泡菜，我就来看说这个泡菜真的。你们刚刚说的这个比较辣哦，你可以吃辣吗？我可以吃辣，因为是蛮辣的，有一点汁就是也要压下去，这样我们汤会比较有味道。哇，大元好可爱哦！好，平常都是我在就是猛男来宾或者是人在旁边帅哥旁边我这边，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啊啦，我只是心就是会有一种发光。哎，那我很少遇到没有想揍我的，我上次就是，所以我这个反应算是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把我们的豆腐摆下去，就把香菇放下去。那我们水不要太多。我很爱吃麻辣。
我也爱吃，而且我都一个人去吃，一个人吃饭就不用管别人，你可以一直狂吃沙茶酱。为什么要吃沙茶酱？不是，就是不用看他，因为你可能出去会有包袱嘛，不想让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闺蜜看到你就是太 over 的一面。啊，好可爱。好啦，那为什么回事？有点不舒服。为什么我就不舒服？可以把他那个动作放慢。味噌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增加汤底的厚度。哎，结果没想到，这个是特别食材，它是已经去壳了，哎，好棒哦！哎，你摆得很漂亮，像一朵花一样，你很厉害哎。哎，谢谢啦，跟你一样是一朵花，而且还是三八花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东西真的很多，连三茼蒿都有，那我们就打两颗蛋进去。哎，居然有一颗是红心蛋。到底为什么这么 lucky？ 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已经有钱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。这应该是我最成功的。真的假的？没发挥我一年多来一个人吃锅的功力。好，那我们就完成今天这一道哦，泡菜豆腐锅海陆大双拼。哎，这个汤果酱就可以，真的不用再加什么鸡汤块，因为它本身泡菜就很有味道。哦，很厉害。对，很有层次哎，同事们，快点，冬天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吃了，耶！哇，我最期待吃到这个猪肉。哦，我天哪！冬天的时候吃这个最棒哇！而且我觉得火锅最重要就是汤头，汤头对了，什么料吃起来都好吃。怎么了？这好大块啊！你不要装优秀。好喝，我觉得汤真的蛮好喝。汤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它那个泡菜，然后加上那个辣椒，其实它就有达到我们冬天那个取暖的效果。回去一定要好好再把这一集节目好看一点，把它学好。我们今天来到大远的工作场所，很可惜没有看到他们两个想要看的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些秘密之类的。对啊，就没想到今天。哎，好啦，就是啊。哎，你们会喜欢这种吗？因为我们就特意挑选一个，就是会让人家有遐想的那种封面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如果要看更多你们想看的话，就是要买写真书。哦，那当然是啦。所以这个就是遐想是什么？很饿吗？就是、好想吃鸡排。就是故意穿的，就是要露不露，然后希望就是你可以帮我的衣服脱下。情境，就好好呵护我这样子。我也是啊。除了写真集之外，你是不是最近有一个活动？我最近的就是最新单曲，然后是我跟我写真书的一样的名字，数到三之后秀一段，秀一段，秀一段，秀一段。多爱自己吧，还等什么呀？多爱自己吧，我们都一样。重点就是，不管你数到几之后，都要多爱自己吧。哦。然后希望大家听了都会有温暖的感觉。谢谢大远，谢谢。这样照，这样好，姐妹合照一张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你可以喂娜娜口吃吗？他不想吧？你问，你问，你问。我现在有一个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我现在加护病房。我也觉得。没有恋爱的感觉。没有恋爱的感觉。但是你们对抗大概五秒。不能笑，笑了就是呼呼对方巴掌。我还这么大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相同十八掌。你先笑哦，对啊，对，我是谐星啊，你笑应该的，对，代表你真的很好笑啊。